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太美丽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叉小包。大家好，我是牛老师。哎，今天很开心啊，请到牛牛老师，呃，来做我的《太美丽》播客啊。这一期呢，其实。 呃，想做很久了啊，之前也没有找到比较好的形式。然后，呃，我的播客现在开始比较呃日常更新以后呢，哎，我就赶紧说抓牛牛老师，对吧？著名网红啊，不对，<laughs> 网红网红啊，不能不能，那个我们节目还是要在国内播出的啊。是，但是也在疯狂擦边了，对。啊，好好好，呃，牛牛老师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虽然我知道你在某些圈子里已经很红了啊，就是在飞机杯评测领域是 number one。<laughs> <laughs> 没有没有，嗨，大家好，我是我是牛老师。然后呢，呃，我现在在做的工作的事情呢，嗯、大部分就是做一个网络内容的一个创作者，就是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平常你们可能不太感受得到的，或者没有人真正跟你们讲的东西。因为羞羞的，对你看到那些别人玩的很爽的东西，嗯、但是实际上在我看来，他们可能背后有很多就是。 呃，需要进行健康教育的部分，但是很可能，嗯那、嗯嗯欸、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嗯、然后今天呢，跟、嗯、跟蔡宝宝老师来聊的这个话题，其实我我我之前也会在我的直播里面多多少少也跟大家有有聊到，但是今天呢，终于、嗯、就是被他邀请，嗯、<laughs> 然后能够、嗯、能够坐在这里，然后跟大家来更好的来整合一些，嗯、可能以前我在直播里面没有太好的跟大家去去表达的一些一些，嗯呃。嗯 你你不要说的这么正经啊，<的>其实就是两个老司机带带带带各位小朋友，<laughs> 两个两个老人家，你知道就是，而且我今天还担心是,人是老人家了老司机，你看我们今天都戴司机帽对吧，打扮的很少年是吧？但是其实就是老司机，<想>嗯，我想让自己放松一点，我自己倒了一大杯酒，真、就是感觉可以 c h i 一下，我是。 对我，我用这个玫瑰红茶跟你呼应一下啊。嗯、这个如果你们到泰国来玩，呃，这家很好喝啊，强烈推荐。OK，好，其实今天我们聊的主题呢，呃，嗯、呃，一半严肃，一半不严肃啊。严肃的部分是说，其实源自于我，呃，呃，在我微博上置顶的一条微博吧。对，其实那个微博是想去从一个新的视角去讨论这个女性凝视。 呃，以以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男性凝视的问题啊，因为女凝这个话题可能，呃，随着 Me Me Too 运动展开，其实被讨论的比较多吧，对吧？就是呃，直男喜欢盯着女性的胸部啊，这种第二性征的地方看啊，对吧？呃，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审美的怎么说刻板印象或者符号化的东西啊。但是反过来讲，我觉得作为呃男同性恋群体，实际上呃，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审美，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说，哎。 你们难道没有好奇过，对吧？比如说男同为什么现在有一种概念叫“点同”啊？典型的，呃，男同就是那种审美，你走在街上，哎，为什么你能看出来说，哎，你的 gay 哒，哔哔哔哔哔哔哔，对吧？对面走过来一个牛牛老师，哔哔哔哔哔哔哔啊，觉得这个人肯定是 gay，为什么？那么他是有一些符号化的特点的，比如说这个短发，对吧？或者叫什么圆寸、板寸啊，胡渣啊，体育生、白袜。 呃，等等吧，这些概念包括肌肉啊，等等这些概念。牛牛老师要不要把上衣脱了播这个戏？<laughs> 我今天没有 <laughs> 们<的>算了算了 <laughs> 啊，我们的收视率就爆表了。OK，对，所以诸如此类的符号啊，帮助你识别同类。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符号怎么来的？为什么偏偏是这样的符号，不是那样的符号，对吧？所以。 呃，那个微博就是按照我的思路去去去讲了一些，当中呢其实就牵涉到聊到一本杂志叫 G《G Man》啊，那是一个日本的杂志。所以说，呃，我觉得今天这期呢必须是两个八零后老司机 <laughs> 来聊，就是因为我们见证过这个呃老媒体、传统媒体纸媒的黄昏啊，但是。 即便是那个时候，像日本这样子出版业比较发达，很多小众群体都可以有自己的这个纸媒杂志的这个年代啊、呃，他们很早就 cover 到了这个男同志群体这么一个人人群，然后最早的把一些审美概念抛出来，然后形成了一些，呃，所谓的呃亚文化啊，这种文化其实到现在都还在影响整个亚洲。 呃，男同性恋群体的审美取向和我们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性感的、是帅的，其实他在定一些标准。所以今天是一个考古节目，呃，所以必须是 <laughs> 两个老司机一起来考古。好，我废话太多了。那呃，牛牛老师呢？我觉得呃，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啊，因为我这条微博发出去以后，他就跟我聊了很多。哎呀，这个杂志我太熟了，对吧？我的前男友如何如何。 对，所以今天就是牛牛老师开课时间，呃，我们在时间上也没有太多限定啊。如果一期讲不完呢，呃，我们就讲第二期，好吧？也希望呃各位听众和观众呢，呃，敲碗催更，好吧？好，下面我就把时间留给牛牛啊，你来讲一讲吧。这个、G《鸡漫》，首先介绍一下这个、G《鸡漫》杂志，好吧？然后这一切是怎么怎么来的？你是怎么接触到的？嗯，你把这整块大的时间都给了我，突然间觉得，对啊，哎，突然觉得压力。嗯 压力有点大，嗯嗯嗯但是上课啦、啊，同事们啊，我、嗯、我负责给大家划重点啊。但是但是你不得不说，就是作为呃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是我们大概八七零后、八零后的这一批，这一批。我是八零后，我先声明不是七零后。我是我们这这些老 <laughs> 老年纪比较大的同性恋，<Okay. S 2> 就是我们在那个网络还不是很很发达的年代，就连、是、你想是一个对岸的朋友，嗯、你是要认识一个、嗯、一个岳阳的朋友，其实那个时候都。嗯 不说比较难，你要你你要用用的那些聊天工具和那些表达方式什么，还有甚至那些交友论坛、留言板，嗯、但其实都都已很少听说像是古董一样的东西。对，就是但偏偏就是在那样子的年代里面，反而我们能够能够会收获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精华的东西，就是像刚才超小包老师讲到的这个、G《局面》杂志，就是我可以我我不能说它对于。 就是大部分的呃那个年代的中国男同性恋有影响吧，因为毕竟那个时候还是太狭隘、太闭塞了。但是呢，嗯、它对于呃你如果愿意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的人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启蒙。而且我、嗯、我为什么会接触到这本杂志？因为当年呃，如果就是现在还有跟我同龄，甚至可能比我年纪再大一点的朋友，我是八五年的。 还有比我年纪大点的朋友的话，嗯、应该会知道当年我做了一本杂志。你你先展示一下这个 G Man 的封面，然后说说你自己的杂志怎么受他影响啊？G Man 的封面啊，来，来，离镜头近一点，嗯、啊，镜头在这边。对，<laughs> 就是、好，体育会系。对，嗯、呃，我当时打橄榄球的壮雄，对吧？嗯，当时做的杂志就叫《雄志》，就是如果有。嗯 做这个名字的朋友，而且当时我还还跟很多国内的一些老牌的酒吧、熊主题的酒吧在做一些互动。但当时当年我是一个是一个马楼，就是我是一个猴子，就是、嗯、但是我为了想要能够跟这个圈子更近一些，你必须要有一些东西拿得出来，嗯、让被别人认可。嗯、所以那个时候这里、嗯、做了一本杂志叫《熊志》，但是当时我还不知道有局面的存在，我还不知道哦。嗯嗯嗯、呃，那个《熊志》是我用大学的时间，然后呢就是在家里面上网，然后呢。 收集图片，就是对岸的朋友，大部分是对岸的朋友，香港、台湾或者是国外的一些朋友，然后他们的一些自照片，嗯，嗯跟他们做一些网络上的采访，然后会编辑成一、嗯、大概可能每个月我都会做一本，嗯，一本就是甚至还因为那个杂志我拿了一个奖，就是当年那个杂志平台的一个一个一个大师奖，就是当年那个年度大师。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我我要我要跟这些呃现在九零后甚至零零后的小朋友科普一下，那个时候还是窄带对吧？网络已经有了，对，但是这个带宽比较低，所以呢那时候刚开始流行做多媒体的什么电子杂志对吧？啊、呃，就是你可以放图片啊，然后配点音乐，还可以看字啊對對對對那种对吧？嗯，对，就科普一下，嗯，风雅的东西在那个年代，但是现在因为太发达了，嗯、就所以那个慢慢就消失，没有人在继续在做了，嗯、然后呢？嗯 有一次很偶然的一个机会，而且你知道我在逛什么？我在逛是淘宝，嗯，我没有在逛别的一些社交平台，我逛的就是淘宝。然后当时淘宝上面呢有一个有一个卖家，就我已经不记得是具体怎样了。他当时就了一本杂志，嗯、而且我告诉你放是哪一本，就是这一本，嗯嗯嗯嗯，嗯嗯嗯但是当嗯彻底打开我，就是你知道，Man, 嗯、就是那个呃心中那颗种子，门呵呵<对>新世界的大门展开了，嗯、彻底被打开。首先，你先你看这个封面。 就是你当时不能说不、嗯、拉布拉多，一个一个一個,一个熊男，<對>嗯，对我所喜欢的，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嗯、就是在现在看来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嗯、一个男同性恋的一个熊壮熊的一个形象，当时出现在我面前，而且就是这一本杂志，而且我当时看到这本、嗯、这本东西之后，我两眼两睛眼睛我已经直了，就是我没有<光>我没有办法思考，<laughs> 就是我首先在想，就是这首先我我会想，这个是真人吗？ 不是他，到后面我才知道他不是，他是 R A 的一个 C G 的一个，对。然后后面我就去疯狂的去跟那个店家想要联系，可是他当时不在线，我就跟他呃留言，跟他讲问了很多问题什么的。然后之后呢，第二天他才回复我，他说啊，他说就是他他就是做类似像代购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然后呢，我想要这本从日本日本进口这些书籍，嗯，对对，他说可以帮带回来，但是你猜当时这本杂志要多少钱？嗯，你你猜几百吧，两三百。 呃，不止，不止啊，五百块钱，就是如果我要拿拿这本杂志，在二零零几年的时候，我等念大学，零五年，我想拿这拿到这本杂志，他当时说五百块钱吧，哎，就是这个我再我再回溯一下年代感啊，因为我们差不多在聊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好可怕。然后对，然后那个时候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是没有墙的，对吧？啊，还没有墙啊，你可以自由的去国外网站，没有那么重的墙，就是现在现在你去他的网站也是能上的。 对，而且就是淘宝也没有大规模的说，哎，什么国外东西不能对对对对对不能卖，对吧？什么东西要下架，什么给他爱都不能不能上，对吧？那个时候其实淘宝也比较自由。Okay. OK，对我觉得这个要解释一下年代背景，就那时候还是比较自由的。嗯，当时对，嗯、然后、嗯 okay. 但是作为一个大学生的我来说，你是不太有太多的零花钱，而且在零天价嘛，这个算天价了啊，五、嗯、百块钱去买一本，嗯嗯、虽然这个杂志有有快五百页，四百多页，快五百、嗯，嗯。嗯嗯 我当时就想说，哇，我省吃俭用，大概可能三个月、四个月，我再去打打工，我能把它嗯吧。嗯嗯我就当时我抱着这样的想法。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这个这个呃梦寐以求的梦中情熊是很贵的。<laughs> 是，但可是我跟你说，但是这本不是那个时候买的哦，这本还不是。中间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什么？嗯、因为当时我不是做了一本、嗯、做了一本熊志的这个电子杂志嘛，然后呢，就因此认识了在台湾的一个。 呃，杂志圈的朋友，他是真正的杂在做杂志的那、嗯、个一个国际知名的杂志是什么我就不讲了。然后呢，后面他就说，嗯、他说，他说你这么想要啊，那我我帮你带回来就好了，因为他要去日本去拆完，嗯，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嗯、哇，我说那太感谢你了。所以我第一次得到的不是一本，我第一次得到了三本，哇，幸福。 非常送送送给你，等于是对,对对对，当时他送给我，我还问他，我说我说这个，因为我一直觉得是五百块钱一本嘛，我说你三本原价多少？对，但是其实没有哎、欸，就是你知道一千八百日元，我今天还算了一下，这当时也就是七八十块。对。 七八十块人民币，那个时候代购嘛，代购暴利嘛，乱加价啊，运费可能的确比较贵，但也不至于到五百，对吧？嗯，对对对，但是当时你毕竟一个懵懂的大学生，然后你又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然后就还好还好你你你也没什么钱被他骗，确实没有，但是但是很感谢那个台湾的朋友，他第一次帮我带回了不是一本，而是三本，价值一千五人民币的三本，虽然没有这一本，虽然没有这一本。 但是当时那三本已经让我足以打开我的打开我的眼界。我在我看到里面，我就你知道有一种感觉，就是当你打开那本杂志，它在发光，它每一页里面，嗯，就他们特效特效来，咚！真的，来来来来来，你给我们翻一下那页，大概有些什么东西？来来来，很多小朋友应该都没看过这个杂志，哇！那个是当年的，对，它而且它可以。 这个尺度现在看也很大，对吧？嗯，就基本上，呃、是肯定是会要打码的。<对> <laughs> 我在 B 站肯定是要打码的，嗯、呃、，YouTube 说不定可以啊。它的出版的，呃，对,对真人的一些拍摄、写真，对吧？还有什么漫画啊、呃？对，漫画还有。漫画啊、呃，访谈啊、呃，包括一些比较禁忌的色色的东西，嗯、呃。<对> OK，哇，还有小说，嗯、呃、嗯、呃，很满，很扎实啊，内容很扎实。 嗯，包括他本地的一些可能这种面向同志的娱乐场所的广告啊，catalog 什么的啊，指南，嗯，会有大大的波及，嗯嗯嗯，还有按摩的广告什么，没，因为你都没有听过。作为一个，而且我生活在南宁，就是当时还是比较封闭的一个小城市，就是在你你阅读到这本杂志的时候，你被里面所有的东西所震，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完全打开了。我当时如痴如醉，就只要我能一个人待着，这个杂志就不会。 你你你日文好吗？所以你看日文原文 OK 吗？哦, OK 哦，但是光看图就已经 OK 了，非常。而且我当时还很喜欢它的排版，<laughs> 就是你看当年我们做杂志的人，嗯、就是对于这种排版，是是是，排版就是日本的那种，对日本的那种设计感嘛，嗯嗯，对，就尤其它因为日本有汉字，对吧？适合这种亚洲人，<对>很亲切。因为你知道，就是对,对,对,对英美的排版，他可能写大字就可以了，对吧？汉字啊，方块字比较碎的，他要排的好看的话，他是有一些技巧的，嗯。所以当时他。嗯 基本上就是我的圣经，就是我自己在做的杂志，嗯、包括我大学学的这个专业，所以这个杂志，嗯、是当时那三本书基本上是被我，就是每天只要我闲着，我就会拿来看，不管是学看里面的色色的东西，因为、嗯 <laughs> 就是、那三本那三本给你翻的已经包浆了，是吧？嗯、我根本就，而且我跟你讲，你很你很小心的在翻，你根本不敢拿你的手去碰里面的东西，嗯、就是那些你知道杂志会留下你的指纹。 就是图片会留下的指纹是不行，戴上戴上手套吗？我翻书我是从我是这样子慢慢这样子翻的，就是每一页我都偷悄悄翻，然后然后终于有一天晚上，就是我在呃深夜埋头苦读的时候，就被我妈进房间发现了。 啊，哦、<是>学习资料，学习资料被<对>被老妈发现了。对、嗯、我当时尽管极力狡辩，但是你毕竟没有办法跟父母解释一个为什么,这么。这个怎么狡辩？我在我在学男性生理学，<laughs> 这么多人男性裸露的身体，你是讲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个书、嗯、有这个杂志在的，你讲不清的。虽然当下他没有表达出什么，可是过了一个礼拜以后，那三本杂志就不见了，通通的消失了，就凭空从家里消失了，就怎么找都找不着。然后我就世界突然间重新又回到了那个。嗯 黑暗的环境里面，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当时那三本杂志，在我心中留下的那个种子，从那一刻开始发芽。就是那好可惜啊，所以那三本就是就是你现在也没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是吧、哦？我也不敢问啊，哦、你现在不敢，哦、也不敢可能问我好可能就就被你妈处理掉了。但是 anyway，、嗯哦、反正这个你已经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 G man 存在啊，有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审美和生活方式，你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男人的裸体，就是。嗯 你你除非就是就是你可能去澡堂，你可能见过，但是你做一个那那那那个身体也没有漫画里画的这么完美嘛，对吧？完全有而且而且就算现在把这些杂志放到现在的审美来看，也依然是完美的身材。对于很多很多人来说，而且当年健身还不是非常流行的时候，像现在现在有方式去健身嘛？不管你用科技或者不用科技，但是嗯，成为一个你作为。 就是当代男同性恋，你要那时候健身都是一个还没有流行起来的概念呢，对吧？什么健身 APP 都还没有，嗯，对。对面都很少有健身的那些完完全健身的身体，他可能只是有一些我们所谓夸张的，嗯，对。嗯、但他漫画里面就是那种完美的男人的形象，就是、对。所以这点我觉得，呃，我其实一直想说，就是，呃，是这种，就是为什么他这个封面用的不是真人啊？因为你看他里里面其实有真人写真。 对吧？但它封面，嗯、呃，基本上直面最大部分用的都是这个 R 雷野的这个夸张的，而且完美化的这种完美化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种，呃，就比如说大卫像，对吧？文艺复兴的这种，就是说黄金的比例，对吧？但是又非常的饱满啊，可能比大家日常认为的所谓的肌肉男要在，呃，就丰满一些，对吧？然后对非常理想化的一种一种身材，因为现实生活中其实没有人会练成这样。 啊，尤其亚洲人，<少>我觉得是完全完全非常难的，就是哪怕你现在用了科高科技也很难，对，这完全是理想化的、夸张的，而且是是深受我觉得是是也是受到欧美的一些影响的，比如说更早的啊，就《Tom of Finland》的这种啊，当然那个就我们先不扯远，嗯、还还回来，OK。然后这三本杂志打开了你新世界的大门，然后呢，你就开始主动的有意识的去去追寻了，对吧？我开始主动的有意识的去追寻我理想中的那个世界。 但是我理想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呢？嗯、就是当时，呃，你跟台湾的联络，就是我跟台湾的联络，其实还算是比较，就是网上是比较多的。就是我认识的对岸的朋友，嗯、那时候用用 MSN，用番薯藤，就是用这种来聊天，哇，都都好有年代感呵呵。 他们吗？而且而且在那个完全不知道 m A 三是什么，呃，聊天软件啊，聊天软件，嗯，类似 QQ，类似微信啊。你在你在那个我我们做好我们要做好多词条的解释。对啊，考古节目就这样嘛。番薯藤是一个交友交友的板块，就是他。我知道，嗯，是男男男生男生，他是男女都有的，只是说开放，就是他有很多都会在上面不同的子子板块，嗯。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我只是想着说，如果我想要最接近漫画里面的那个世界，那可能台湾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嗯、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开始就加大了我自己的杂志里面对于台湾的朋友的采访，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认识了很多台湾的朋友，嗯、也因此我在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嗯、我就彻底的把我的有一种就是梦想走进现实的,真的感觉，嗯，对,对对对，嗯。 台湾，你采访过哪些人？<的>现在现在可能还是很有名的圈里的朋友哪些？哦、oh.，来 naming 一下。<laughs> 呃，你你怎么讲呢？我觉得可能讲出来都不一定知道吧。就是没事，你说嘛，没说嘛，可能有些退圈了，可能有些安家乐业了，是吧？嗯。呃，哎，我跟你讲，这个部分有点难讲哎，因为他们用的网名，可能现在人都真的是不知道。Oh. 对对对，没事，回头你你你发一点你当时的这个什么截图啊<对>什么给我，可以插到我的视频里去。是有的，对对对。嗯、然后然后讲到讲到这些东西之后呢，后面就是开始你你会觉得对局面里面的认识会慢慢的一点点的照进你的现实，然后呢，直到。 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居面还没有去到台湾去拓展他们的脚步，因为像、嗯、像刚才小宝老师讲的，你说你说像居面，Man、他很多时候会用就是完美的男性的漫画，他其实是在之前大概可能是二零一零年之前，就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换主编之前，他还是用这种日本的呃 Aria 的这个 CG 的漫画来作为这像。嗯、但是到了后面之后。 嗯，到了二零一几年之后，他就开始换成了真人、嗯，<对>真人，嗯，对<且>，且且，嗯，而且最最直观的就是，因为日本当地本土的资源越来越少了，嗯，他后面画的都被他们拍完了，嗯，对，而且因为他们其实你知道都是一个产业联盟嘛，就是它里面介绍的那些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呃片场。 他们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社团，都是一团体，对,对一些一些爱情动作片的这个厂牌，嗯，对对对，而且而且对于你知道，其实 G m n 在当时不就是这个杂志社，它不只只有熊圈，它做了赛道细分的，就是熊圈看的是 G、嗯、m n 然后呢，它还有做 SM 的，叫做 SMZ，然后呢，它还有。 我年轻就是正太，不就是那种年轻的学生学生的，嗯嗯，比较清秀一点的男孩子的、嗯、这种类型的，他还有另外他的杂志，他、嗯嗯、就是清纯系，嗯，出版。对我觉得，我觉得总总体来讲，日本的色情产业都是这样嘛，对吧？你先有一个就是拳头产品打开市场，或者说出名了，呃，大家对你这个品牌有认知，然后你再细分的、啊，对吧？不同的审美品味，不同的细分的这种。 呃，子品牌，<对>嗯嗯，而且而且，因为你知道，其实在日本这是合法的，就是它对风俗业它的一个传媒成人出版物，对吧？成人像出版物，<对>嗯，因此它可以做得非常的细致跟到位。嗯、像像你说，现在如果我们要找一些就是、嗯、呃同志标签的一些玩乐的场所，其实你你可能需要去去挖啊，自己去挖，专门去找。 就是这种方面<对>。现在我觉得就是我们是完整经历过这个状态啊。当初可能是靠看这种 catalog，对吧？后来开始就是，嗯、尤其是手机的移动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大家开始用那个地图了，对吧？Maps。然后最早可能是也是 BBS 上面大家传授一些经验，再到后来，现在大家有这个即时聊天软件，有群组嘛，大家可以在群组里聊天，啊、呃，<是>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呃这个社交媒体了，对吧？小红书也好啊，什么 Instagram 也好啊，大家就越来越。 当年是这种信息反而越来越开放了，对对，越来越容易获得这些资讯，嗯，对。但是当年你要想得到这些资讯的时候，像去有一本这样的杂志，其实是最、嗯、对于你来说是最合适的获取资讯的方法，嗯，包括就是各种各样的广告内容都会告诉你传达的信息，就是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的，这个地方，嗯，是同志标签的，嗯、是同志友好的，嗯、你可以去。嗯、但是其实最、嗯、还是回到那个话题里面来，就是关于男性的这个。 身体的表达，你不得不说，居面他从创刊那时候开始，他会一直把那个男性的身体作为一种很商品化的东西，对，传出来，就是物化嘛。所以，对我那个置顶贴也是，到后来我的结论就是，呃，物化女性这件事情已经不可避免了，它已经是一个社会现实，对吧？已经几百年的历史下来，当然，<对>呃。 平权的部分里面有很多我们是可以去反省和检讨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因为它和商业和资本联系的太紧密了，它是不可能说彻底把它推翻的。所以，我主张的是就应该反过来物化男性啊。那物化男性的话，我觉得其实同志群体是走在前面的，而且我们有很多这个消费男色，呃，去去物化男性，把它变成一个商品化，因为商品化其实本身是一种。 是一种平民化，就是让他让这种性资源啊，因为性资源某种意义上都是比较少的嘛，对吧？需要竞争才能获得的，让性资源变成一个货币化，可以让所有人可以，就是我花钱我可以买得到，或者说离他更近一点的这么一个方式。我不觉得消费主义完全对啊，但是的确消费主义解决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性需求啊，就因为有有人做过研究嘛，就是呃呃，美国的罗德岛有很短暂的一一段时间开放卖淫。 啊，就卖淫合法化，嗯、结果他们的这个性犯罪率啊，就男性对女性的性犯罪率降低了非常多，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这个这个这个信息信源还是从一个呃呃 porn star 啊男性的 porn star 的这个访谈里面来的啊、呃，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可能是一个比较又是一个比较先锋的话题，我们先放一放。但是我觉得的确就是呃，日本本身大家也知道，如果是玩过的话，呃。 这个包括从酒吧也好，对吧？各种各样的呃，这个娱乐业也好，包括它的风俗店啊、呃，甚至发展场呵呵，对吧？就直接可以去做一些色色的事情，就是就他们他们本身就是已经呃非常非常消费化、消费主义。但这种东西其实它不只是你到日本可以体验，它也通过这种呃杂志也好啊，或者网络上的这种呃漫画呀，或者各种各样的这种。 呃，精神性的方式，精神商品的方式，又输出到整个亚洲。嗯，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日本就是在引领这个文化。我觉得，嗯，主要是在于他当年做杂志的这个团队，就是这整个出版集团的人，就是他们会非常的善于用媒体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嗯、就是，而且你你按照我们现在的黑话来说，就是你在不同的赛道里面，你肯定是要有有就是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才能够被大家看到。嗯、因此呢，他在当年、嗯。 他抢占了这个话语权，然后呢，就能够把他的价值观念就是牢牢的就树立在了当时就是刚刚才整个亚洲对于这种男性男性文化刚刚就是同性文化刚刚启蒙的时候。启蒙，嗯，就而且,而且我觉得日本，你看日本影响可能影响台湾比较多一点，对吧？因为日本、台湾他们免签证经常去玩嘛，对吧？台湾人也经常去玩，哈哈你这个扇子好。 对,对,对,对、这个，这个扇、这个、子就是当时他们有个去个游行的口号在这里 a l w a s Proud，但现在已经不用了，就、啊、对对就是在对永远骄傲。<对>嗯，对，前一任的社长他的那个杂志的口号就是这个 a l w a s Proud，然后当时我、嗯、把当成是我的人生的座右铭，就是我死了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刻这个词。<laughs> 没有，如果我有墓碑的话，就是他他哇，欸、这个 OK，<对>嗯。 而且你知道，就是刚才不是讲到，就是说他对于就是一个呃同性启蒙的人，他有多大的影响吗？嗯、就是因为我,我自认为我接触到的东西，像我是一个比较生活西化的人，就是我我接触到的，嗯、但是我的家庭是一个传统的 <laughs> 传统的中国家庭，我父母是大学老师，嗯、但是我自己、嗯、我自己的生活的方式，就是就是相对来说他们不太认可，但是我违背中华传统伦理。<laughs> 对，但是我的启蒙就是完全被这本杂志所打开了，嗯、就是包括、嗯、那句话，就是刚才讲的那个 Always Pro，所以我每、嗯、每个工作，就是每一任的工作，跟我的呃同事们，他们都知道我是同志。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比较少人敢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我是从我一工作开始。 来我我、哎，这个我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那其实这本杂志不光是影响你的审美，对吧？以及说唤醒你对于这种呃熊的呃这个喜好啊、呃，而且其实也影响到你对于自我认同的一个态度，对吧？你觉得就是说，身为一个 gay，<laughs> 身为一个呃男同，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好丢人的啊、呃，是可以在工作场合跟别人公开的。那我想问的就是说，呃，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在。 职场上面是隐身的，或者说是不出轨的，哎、对吧？非常多，而且我是在我承认了我是同志之后，我才知道，我觉得公司里面有这么多同志，对吧？他们偷偷的跟我发消息说，嗯、呃，其实他们也是。然后从那个时候才知道了，说原来我的身边也有这样子跟我一样的呃状况的朋友，我才知道。对，所以，所以这个我想问你啊，你你是怎么去怎么去表达的呢？难道？ 第一天上面就说哈，大家好，我是 gay，我喜欢你的。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laughs> 对吧？所以，所以，所以你给我们一些说你是怎么样让大家知道这件事的。嗯，我跟你说，反而最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你什么都不要说，就是你就像正常人一样的在公司里面跟大家去去互动社交，对对对，嗯、去做，就像一个正常的呃，说直接点，就是像一个没你不要把自己当成是同性恋，你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个异类。 就是你该努力工作，嗯、你该跟大家一起嬉笑打闹、骂老板、喝下午茶、聊天、做各种事情。你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外人，你就正常的去做你的事情。嗯、然后呢，你会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比如说你是呃传达出呃你其实，比如你同事问你说：“哎，有没有女朋友啊？”对，对<吧>就说,我会说你会怎么说？嗯，我同以前女女生会会跟我表白，他、嗯、们会跟我。 哦，就是呃，有没有机会可以发展这样子？包括以前女同学也有，但是我就被就说我喜欢的是男生，嗯、我会很直接跟他这样子讲，嗯、然后他们,他们会一般会怎么反应？嗯，他们就要说哈，怎么可能？你开玩笑的吧？会这样子。然后后面后面刚刚刚有吗？我觉得我觉得你一看就是，没当当时,、嗯、当时比较少，当时比较少这个状况。嗯、可是因为你的呃，不能就是说我的，不是说你的，就是、我的一些。嗯 呃，日常的一些举止和行为，可能相对来说会比那种很很阳刚的男生会多了一些，呃，<对>多了一些表情，多了一些那种不是很大直男会做的一些表情跟动作在里面。然后时间长了，他们慢慢的，哎，我的领导读懂你了，嗯，对对对。嗯、然后再加上这个，而且久不久我会会表达出，就是可能某些电视剧的情节，或者是某些我会表达说，哦，我喜欢的是男生。然后他们、嗯。 时间长了也就没有觉得好像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因为你本身就不是一个奇怪的人，这个是这个是重点。对，就甚至还有有一次，呃，我我倒数第二份工作是在健身房里面上班，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拍了一个呃舞蹈的一个抖音一个视频在里面，然后呢，当时去健身房的时候有一个我我见过但是不熟有一个会员，她是一个阿姨，然后呢她看到之后呢，的可能旁边有有有别人就想说啊，她就是。 呃，牛老师喜欢的是男，喜欢是男孩子。后、哦、那个阿姨她，她那个阿姨她的反应是说，她说哟，她跟我平常见到的那些，呃，嗯，性恋好像不太一样。她会觉得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嗯、我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嗯、就是我我跟他们平常打招呼，跟他们跟他们就是聊天，嗯、我我不像是一个身上带着标签的人，所以他会觉得我跟、嗯、我跟他印象中的同性恋不一样，嗯、然后也。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慢慢的，我、呃、那些呃客户或者是那些会员什么的也都知道了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收，我没有感觉到我收到任何的歧视，还有甚至反而就是那段时间来健身房办卡的同志越来越多了，就是、嗯，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反而知道你是 gay friendly 的，嗯<对>嗯，对，会有这种对我我觉得这边这边最有意思或者说最有启发的就是嗯。 自己不把自己当异类，嗯、呃，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对,对，因为我觉得你的启蒙是 G man 嘛。对，如果说有一个什么呃文艺作品是我我的启蒙的话，可能是呃美剧，那个美剧就是呃《q u e e、er、as Folk》啊、呃，就是《哦、是同志一凡人》。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名字就很棒啊。呃嗯、它最早其实是个英剧，然后呃是美国的电视台<美>、嗯、把它买下来，对，然后变成一个五 g 很长的一个。 电视剧对，但我就觉得他这个名字就很棒，就是其实酷儿，首先它是 cure 对吧？因为它其实不光里面有不光有男童还有一堆拉拉。<是>对，那么呃，酷儿亦凡人，就是说我们和平常人没有区别啊、呃，我们就是这个人类社会的一份子。其实，与其说我们的性取向呃不一样，或者我们有一些什么独特的地方，但是那个独特性是远远少于我们作为人的共性的啊。 对对，就是尽管绝大部分的时候都一样，嗯，尽管尽管你你肯定就是我知道，就是当我把这个话题讲出来，肯定会有人会去对这个话题进行反驳，比如说 LGBT 之类的这种你那太多了，<的>对吧？我们网上看到的这种恶毒攻击可太多了。对<是>，啊、可是因为对于我来讲，我接触到的这个 LGBTQ 这个社群，其实我自认为我还是一个比较开放心态的人，因为我在平、嗯。 做杂志，还包括后面做的一些社会活动当中，就是我有认识到一些，包括变性的，还有一些就是呃伪娘，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拉拉的团体。嗯、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就是他们没有跟我们有任何差别的事，就是他你在他他在你眼里看起来的特别，其实反而是他日常的样子，<對>就是他就是那样子一个人，只是我们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人家而已。但是对于别人来讲，这、嗯、就是他。 正常的样子呀、啊，就是,是就那是他最舒服的时候，对，是 <的 S 1> 他觉得这样是他最舒服的，嗯。所以其实呃，这个话题你如果说真的往下讲的话，你就会变成像像 G man，他其实里面讲的所有都是男性特征，就是他会把男性特征给最大化，嗯、就是在里面，其实我我我讲一句可能比较就是我我虽然手上有这么多 G man，但是我在你看到的就连里面是做零的男生。嗯嗯 嗯，也都是大三中的男生，就是、嗯、都很阳刚，对吧？嗯，对对对，你甚至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哈，为什么、G《G-MAN》它不应该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收纳的东西？但是你不得不说，就是在当年，在一直到它停刊为止，就是、G《G-MAN》里面所传达的这些内容。<诶>它停刊是哪一年啊？它停刊应该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二零一七一六年的时候停的。 嗯，因为那个时候就找不到了，他最后做了一次大倾销，就是做了一个大打折，就是三折，所以我这么多的局面就是在那个时候收回来的。嗯，三折的时候，我去把他所有我觉得我能买的，我全部都买了。他为什么做不下去呢？你觉得？呃，做不下去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纸媒，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提过这个事情，嗯、因为它的呃整个的传播媒体的网络到后面非常的受那个网络的冲击，而且其实它的美。嗯 印刷成本是很高的，包括它的物流跟运输，嗯嗯嗯、而且你拿到手上就会知道，就是你就算你在现在看国内的印刷的杂志，一本杂志快五百页，里面大概有种、嗯、五种不同的纸张，五种的纸张，然后还送的 DVD，品质很高,、嗯、高，嗯，非常高，而且质就质量非常的上乘，嗯嗯、就是它整个编辑部的团队，还有它整个做这些内容的这些这些，而且它每期都不一样，就是每期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一样，我我还最专门做了对比。 所以他被停刊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别的，嗯、就是因为纸媒死在了互联网这条路上。他当时有一段时间尝试要做电子化，但是后面发现、嗯、发现没有办法，因为电子化被盗版，跟就是他没有办法支支付他的这个团队的运营。<对>然后他最后面的<对>最后面的那一任社长，是我见到他本人了。 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嗯、一个日本的大叔，他最后面不是最后面，就是他最他任期最后那那一两年里面，他去台北去，就是那时候局面所有的日本的拍摄基本上都停了，他说就带着两个摄影师，就是三番三番两头就会跑去台湾去台，而且只去台北，嗯，因为台北熊才是主流。嗯、当时玩笑话，嗯、只有台北就、嗯、熊在台北是最受欢迎的。嗯、然后呢，在台北他取了很多这些素材在。 酒店里面拍照、嗯、也是那个时候，我的前男友就是因为我介绍他，然后在酒吧里面认识了那个社长，嗯、他因去了那个呃，拍摄了其中一期、G《居面》杂志跟里面的视频，嗯、对，就是所以就是你你会发现，其实、G《居面》它其实也蛮片面的，它里面讲的传达的视觉就是男性魅力值拉满的那些，嗯、就尽管我是零。 我也是一个五大三粗的一个零那种感觉，嗯、就是，但是他没办法，就是符合我的我当时，的审美就是这样子，就是、所以很有意思啊。其实你看啊，一方面当然因为呃纸媒这个形态本身衰落了，对吧？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呃大家对于 LGBTQ 的观念其实在不断的进步啊、呃，但是呢，<对>呃，基便他可能做了十多年的这个杂志，他一。 最早一开始是最早用商业化的手段把这种呃文化展现出来啊，然后对,对辐射到辐射到整个亚洲。但是你会发现日本又有它的问题，就是日本很多文化它就是不会与时俱进的，它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哦，没错的，对吧？对。那你会发现这种对三任的主编，就是我想试图在这三任的主编里面找出他的每个人的风格上，嗯。 但是没有，他们除了换了封面跟排版以外，嗯、里面所传达的内容核心是一样的。对，所以我一直觉得大家对匠人精神不要有误会啊。日本的匠人精神，我觉得更多的讲的就是传承。什么叫传承？就是不变啊，就是我爷,爷爷爷爷的爷爷是这么做刀的，所以我也这么做刀，对吧？所以传到我是什么第几代第几代，就他们强调的是不变，呃，是,是保守，是传统。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日本文化很很很很有特点的一个一个点吧，或者说他们根深蒂固的一个点，所以你但你会发现，从全球范围来看，LGBT 的观念在不断变化，对吧？呃，包括为什么会一开始大家可能叫呃，可能都不叫不叫 LGBTQ，叫同志，对吧？LGBTQ 本身现在包括 LGBTQ Plus 再加个加，就是想把尽可能多的对性少数的人群给囊括进来，因为这个概念大家会发现说你。 你越去呃呃呃探索，呃越去越去关注到这些没有被关注到的人群，其实性别是一个很复杂也很流动的东西啊，它并没有那么多的刻板印象。所以反过来讲，我觉得它是被时另一种除了商业上被淘汰以外，我觉得它这种保守的观念本身是打不开国际市场的，你明白吗？呃，现代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呃、我我我我就是来看你那个呃怎么说阳刚那一面。 保守的一面，嗯、这点你做的很极致。但是就像你说的，娘又怎么样呢？嗯，<laughs> 对吧？就是本身我觉得只强调或者说把呃男性的所谓有毒的男子气概这件事情无限的放大，这些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是过时的，也不是真实的。我不相信在生活中，现实生活中。 呃，有哪一个男性是像漫画里那样子，就是所谓的纯阳刚、百分百钢铁直男般的阳刚的 gay？这个本身就让我觉得很矛盾、很自我矛盾，你知道吗？我也觉得根本不现实，没有这样的人。对，所以这本身是一种错位啊。他,嗯、他描绘的就是一个乌托邦的样子嘛，所以当时才会才会引起就是如此多的呃受众去喜欢，而且当时他我。嗯 看当时你你你如果是看到他后面的那些广告杂志的页面，你会发现就是，他基本上遍布了半个日本，就是里面的那些酒吧还有那些场所会有他广告跟他那些商业合作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他成为了一个汇汇总信息的一个平台，包括里面一些交友，你知道就是。 用杂志来交友是一个多么传统而古老的事情。嗯、然后我尽管日文不好哈、啊，<laughs> 但是你会看到里面有些人就直接写的说他喜欢暴露，他喜欢做什么一些很私密的一些事情，<对>他们都会直接写自己的癖好，嗯嗯，他会直接写在里面，嗯、然后他会 <laughs> 他会他会说自己的身高体重，然后他的联系方式是什么，里面就会有。啊、然后然后这些东西现在不就是交友软件吗？ 对吧？是，只是他换了一种媒介。然后我想说的就是，实际上这种有毒的男子气概，或者说这种过分强调性化的啊，就是只强调性特征的这种呃观念，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呃社交 APP 里面，尤其是同性恋的社交 APP 里面。之前呃有人研究过这个呃呃呃那个叫 grander 啊，grander 就这种。 同性的交友软件，就是你会发现同性交友软件里面大家喜欢放什么样的头像，对吧？<laughs> 一定也是这种，对吧？<laughs> 这种很 man 啊、哦，这种很很很很性感的这种，对吧？然后呃锁起来的照片当然也是那种就是要暴露一点的，对吧？或者甚至就直接录某一些器官的。然后呃基本上简介什么喜好啊，当然有很多被当成笑话啊，对国内有些时候也会传。 但是他基本上都是讲一些癖好，就是他基本上都是围绕性展开的，对，就是，嗯、对，这就是我为什么，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嗯，如果你就是单纯是想解决一个需求，然后只想去约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可能更高效一点，对吧？直接就是约炮，对吧？某种程度上说，对 n monster，对，对,对,对，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不只是想看这些，对，你想约会啊。呃 就 dating，我觉得都跟约炮是两个概念，对吧？或者甚至你想找到一个正牌的男友啊，或者说找到一些就不只是想发生关系的话，那我真的觉得这些约炮软件你最好都都不要看，没什么用，或者说他传递的信息很有可能是假的，呃，就是见光死的，甚至还有很多人盗图，啊、呃，我觉得可能就是 Facebook 呀、Instagram 呀，或者微博呀，就是更立体的，它不只是有它的这个呃下半身，对吧？或者说。 男性符号化的那一面，他更广阔的生活面向，那个可能我觉得一个人会更立体一点。当然，你也可以说，更加批判的说，社交媒体上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对，所以，所以我才，我才说，反而就是我们生活在那个比较纯粹的年代里面的老人家，就是你才会，才会对这，你才是老人家，我不是，<laughs> 你比我年纪还大 <laughs>、啊。闭嘴。那 <laughs>、就是、我们，呃、我们两个人的另一半，我们在一起时间都很久了嘛，就是对于伴侣的这种。 沟通跟伴侣的这种这种默契跟融合，就是在现在很多小朋友他们会说三个月就是金婚，就是会有这种 <laughs> 会有这种说法。但是我<消>我就嗯，我想问他，我说这三个月你是把你跟他第一次在网上社交软件里面约当做是第一天开始算起吗？肯定不是啊，你应该是跟他聊了三个月以后，嗯、你们关系说我们在一起吧，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算起你们的时间。 你如果把你们以前这种调情，跟你们这种约炮的时间都算进去，那没有人躲得过这个所谓的“一”。你知道、啊、以前都四幺九，就是这个词。f o r one n i h t four one n i h t 嗯。四幺九，你也要打个词条，嗯、因为那天直播说四幺九，很多人不懂是什么意思。每年四月十九日呢，呃，同性恋都会出来叫。<laughs> 现在别人不这么说了，就是当年我们才会说，没有没有，对，<要>开玩笑，就是、哦、其实就是 for one night 嘛，就一夜情嘛，对,对,对,对，就是大家就就说成四幺九啊，很<对>少有人会顶得过一夜情的这个 <laughs> 这个。 魅力可能你真的是射完之后你就已经回到一个对，因为我觉得男性作为一个性别，先不管性向啊，就是性别男、嗯、爱好男，我先不管爱好男女，嗯、呃，性别男这件事情本身你就知道，男性这个性别本身就是性冲动很强烈，然后对吧？要要不断的去 <laughs> 不断的，<laughs> 对对，不断的要去射一发 <laughs> 来一发怎么样？就是这个，我觉得不管是直男还是同性恋都差不多。 呃，所以，所以,所以这这个是很容易，嗯、很容易，就是呃，怎么说，呃，来得快去得快，对吧？来去匆匆的。所以感情啊也好，什么也好，那个真的是另一个维度的事情，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嗯、就是你上下半身该分开的时候要分得开一点。<对>然后，哎<对>，你说这个，我其实上一期呃刚跟马特叔叔录了一期，他他们也是十十一年吧？对，对我更久一点。嗯嗯 对我更久一点，我我我十二年，今年迈入第十三年。<laughs> 对，你们你们在一起多少年？在 <laughs> 七年。对啊，还都很久了。对，还在进一步在融合，就是升华当中。这个、对，所以上期我跟马特叔叔录的还没有播啊，所以你不知道马特叔叔的。所以我我我我正好就是可以在一个呃不受干扰的环境下问你，你觉得啊，就是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同志伴侣的关系。嗯 呃，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些点？我给你三三个，好吧，说三点。嗯嗯，第一点最关键的是彼此的空间，嗯，这是一定要有的。就是这个空间不单指的是距离上，就是实际存在的空间，也有包括两个人彼此独立的时间。嗯，就是我们会希望跟对方在一起分享我们的一些观点和想法，但是我们也要允许、嗯。 对方有自己独立的时间去过他想要过的那个时间该做的事情，他可能会避开你去看 GV 打飞机，嗯、他不是跟你做这个事情，但是你没有必要知道，因为你有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嗯、他有他的时间跟他的空间，所以第一第一点，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一定要有给彼此的空间，嗯、就是。那我再我再挑战你一下啊，这个空间包括呃。 开放的性关系吗？呃，不算哦，这个不是。OK，因为这是我讲的，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这是我讲的第二个，<Okay. S 2> 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信任。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呢？嗯、信任可能感觉听起来很宽泛，但是实际上，这个信任指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相信你的伴侣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完全属于你的。嗯、包括什么呢？就是。 呃，我不能说我们两个彼此之，就是我跟我对象我们之间做的事情一定是对的，因为毕竟很多人有不同的相处模式。我只拿我们做例子，就是呢，嗯、呃，他会跟我说，如果我要去约炮，那我一定首先要注意的事情是安全，嗯、不管任何事情，安全地点是安全。首先，我只有安全、嗯、才可以对他负责，就是这点是很重要的、嗯、安全。然后呢，我报不我跟不跟他报备是我的事情，但是。嗯 地点就是他信任我，要因为我要做到的是安全，因为只有安全才能对彼此负责。因此，我对他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我去呃需要一些肉体的安慰，别人身上，那我去做了这个事情。但是我可以，就是对我的伴侣保证的事情，就是对那我约的人，他可能只是我当下的一个人体的一个飞机杯，讲的很不好听，但是确实是这样子。是我们需要。 彼此需要一个安慰的时候，我对，我个这个部分我觉得需要具体的建议，就怎样做到安全，对吧？比如说你们的约定是说，呃，一定带套啊、呃，还是说一定去吃那个 prep 的药啊、<对>药物啊等等？甚至<治>、嗯、不依零，就是现在不是有个叫 side 这个形式嘛？就是明白明白，就是没有插入式性行为啊、呃，只是做一些<对>呃怎么说边控啊或者浓牛啊<对>这些啊，呃、对对对明白？我觉得这个是 <laughs> 这个是有道理的，这是有道理的，因为。 因为嗯，有一句话嘛，就是说不要把你不想分享的东西带回家。对，啊，<是>那么比如说病毒啊，比如说不安全的一些，<对>甚至性病啊，这些都不应该那个。<对>所以我觉得安全性行为是很有必要科普的一点啊，就是大家怎么样去自己的身体自己决定嘛，对不对？你你你有什么样的癖好？你有什么样的想探索的？我其实都是鼓励大家在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去探索。只要合法 只要它是合法的，你可以尽量的去做，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做的那个事情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对>你只有去试过对你，你可以去探索一下，甚至就是性取向这件事情，你也可以去探索，对吧？你到底是喜欢男性还是喜欢女的，还是怎么样？对，但是，但是，对，但是就是我觉得说，呃，也要学会保护自己，一定要、啊、不是对，不是不是说这种只要我去探索，那我可以去冒险，对。嗯、所以当别人跟你说五套的时候，嗯、呃，你要想清楚啊，是。 没真的，所以你跟你伴侣彼此之间，其实很多人他们到后面不太做爱了，这个原因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就新鲜感已经慢慢的没有了嘛，就是会有这种原因，嗯、所以你你们才可能因为这样子不怎么做爱了。但是你们你要确定一点，就是你们在彼此心里是有对方位置的，就是你会想到对方，哪、嗯、怕他成为了你的亲人。嗯。但是好，这是第二点。嗯，第三点呢？第三点我、嗯、呃我想想是什么来着？ 嗯，的空间信任哦，第三点是共同的朋友圈。嗯嗯嗯，嗯嗯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你知道两个人的关系像一棵树，嗯，就是你们朋友之间的关联会给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很大的一个巩固跟支撑，就是他会把你介绍给他身边的朋友，你也会把你介绍给他身边的朋友，然后你们会成一个共同的朋友圈，嗯、而不是而不是两个独立的人在在过的自己独立的社交的圈子。 这个这个很重要，就是我我跟我跟我们家那个就是有共同非常关系很好的，因为我们彼此朋友圈的融合之后才形成的这样一个一个关系，就是那种已经亲到，就是说你如果说把它当做是第二家庭的概念，我觉得都可以都可以这么认为，<意>对，已经超过亲戚朋友，但是超过亲戚而成为另外一种新的一种这种关系的存在。嗯、这个我用的词叫呃后天选择的家人，对吧？这、就是我自己选的，因为。 大家都知道嘛，嗯、就是尤其尤其亚洲的家庭，中国人的家庭，你总有一些你不想见到的亲戚，<是> <laughs> 对吧？很烦人的七大姑八大姨啊，<是>或者说，对吧？就是大家就是虽然是亲戚，嗯、但是反而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但是，<且>呃，嗯、你这点说我，我是我，我觉得我非常认同的。对，因为呃，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是，像现在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女生的好朋友，呃，有很多是我之前的同事，然后。 呃，我们都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现在我觉得，呃，我那些女生朋友跟跟他比跟我还要好，因为他们会有很多什么，<错>呃，学美妆啊，就是怎么样保养皮肤啊 <laughs> 这种话题啊、呃，包括时尚的话题，他们可能更聊得来。对，呃，很重要。对我，我接下来也是，我后面我们出去玩都是会跟共同的女生好朋友一起出去玩，反而跟呃 gay couple 好像少一点。对，因为对跟女生一起出去玩完全没有负担嘛。 对，大家会有一种天然的这种信任，对，对都都知道这种，所以就是默这种默契跟这种关系，绝对不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是是是是，你们跟这整个社交圈子的关系的一个问题。是是是而且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们呃，如果是网上的朋友，就是你们的社交圈可能是网上有一些朋友，平常现在知道现在社群很流行嘛，就是如果你们只要有任何机会让你们线下能够见面的。 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线下见面，嗯、让你也在网上的变，<意>让这些网上邻居变成你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 <laughs> 一个可以跟他交流。你见过这个人，跟他吃过饭，跟他一起去逛过街，跟他一起去做过一些一些事情，像这些才是会慢慢变成真正的朋友。对，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对对对，个这个我也很同意。对，一个是我觉得。 大家有现实生活中的体验，才会更真切的知道，因为互联网有很多东西是虚假的，就像刚才说的，社交媒体，它有它这个，就是社交媒体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对吧？对，那每个人都是非常非常立体的，每个人的生活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便现在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数字化的手段记录生活，但是总有一部分是大家看不见的，或者不想让你知道的。对，所以。 对现实生活，而且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就是疫情之后，我觉得人和人见面的机会要更加珍惜。你真的被锁在家里，哦、对吧？见不到朋友，那太痛苦了。而、哦、而且，就讲再讲句不好听的，就是你如果要讨厌一个人，那你也可以见了面之后再决定要不要讨厌他，因为有些人他确实在网上表现出来的是很。嗯嗯 很侧面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人格，但是可能你见到他本人之后，你就发现哦、啊，原来其实他不是那样子的，或者你知道说哦，原来你比我想象中更讨厌，那你那时候再去、啊、都都迟，啊、但只要有机会见面，啊、一定要有机会。所以，所以我我会觉得，呃，有有有有，我觉得有些就是会让我更加觉得，呃，没有必要，或者或者或者，或者我觉得可惜，就是你现实生活中已经见过了，然后后来因为某些事情网上就。 不打招呼、嗯、拉黑你，对、嗯、我在说你们，<laughs> 我觉得这样的人那就不做朋友好了，这是你的损失，不是我的啊。嗯，就会有很多很现实的东西，是你只有经历过之后，你才会做出更好的一个选择来判断自己。所以就是以上三点，就是我觉得你跟,你、嗯、跟你之间想要能够更长久的，我自己的法则就是这三点。嗯，非常棒，非常棒，我非常认同这三点，我都很同意。 OK，那我们再回来。其实聊了这么多，其实一开始，呃，我们讲 G man，呃，给你一个启蒙啊，尤其是，呃呃，不光是同志文化，而且是熊这个类型的启蒙。而且我觉得这个审美也影响了整个亚洲的同志圈的文化，以至于现在还有人说，哎，在亚洲整个同志文化的这个鄙视链里面，熊是金字塔尖，壮熊是金字塔尖。曾经是，呃、但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片面的言。呃呃 对，所以，反正对这一点，我我我我我保持中立，我没有态度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可能就是不同的，对不同的不同的族群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不重要。但是，呃，我们也聊到了 G man 他的没落，对吧？以及他过时的地方啊，就是他一味的强调比较，就是完全阳刚，呃，完全这个性化，完全突出这个性的这个特征的这个部分，这个其实是比较过时的。 呃，而且我也每次都要说，说到日本我就要说，日本是七七国家里就是最发达，世界上最发达国家里唯一一个同婚还不合法的，啊、呃，这、就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点，这也是日本很落后的一点，啊、呃，因为我觉得，对吧？亚洲马上泰国同婚也要合法了啊，对，台湾啊、尼泊尔啊，他们都已经合法了啊，所以，呃，中日韩啊，不要做中日韩三国手牵手，谁先平权谁是狗。呵呵 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啊！不要不要在这个呃明明可以往前跨一步的时候，不要那么保守啊！但是，对，所以反过来总结一下吧。<这 S 1> 最后你觉得，呃，《基面》这个杂志，呃，你你在自己这个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自己的认同也好啊，成长作为一个 gay 的成长经历里面，它可以带给你什么？你可以再总结一下。嗯，其实《基面》现在像这么多杂志，对我来讲，它已经成为了一个。 收藏品就是我活化石，嗯，对，就是要不是今天，呃，要跟昌小宝老师来做这个节目，我也不会把它从书柜，就是、因为他，它在我的书柜里面是整整齐齐的码，按照日期码成一排的，就是我会，嗯、这都是你的宝贝，<到>嗯，对，然后曾经有人开过很高的价格来跟我买，就是这个杂志，但是我都没有舍得卖，我的原因就是觉得，嗯、就是它已经成为了我成长当中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一个里程碑，不是里程碑。嗯 就是不可磨灭的一个一个一段经历了，因为包括我跟他们产生的一些面对面的互动，嗯、比如说包括我我我前天,天有去拍拍杂志，就是嗯那个很、嗯、非常让我兴奋的那个哎哪一期里面有你前男友拿出来看看，<laughs> 这个是过分的要求吗？是，这个其实我今天有准备，其实是可以。OK，啊翻到了啊翻到了翻到了，我还是觉得很。 很，就是他拍了很很多。哦，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看这个，我第一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现在都有很多人，嗯、呃，就是所谓的就是男童摄影师，你知道吗？就在社交网网站上约拍啊，对吧？就是呃，或者会有摄影工作室啊等等，我都觉得他们这种就是现在越来越私人的这种拍摄行为，都是这种杂志的延续、欸。 某种、啊嗯、错，没错，而且而且，其实不过不过，不过讲真的，就是我我也是因为这一次重新拿出来翻了以后，我才发现局面确实也是经费有限，就是他拍，很多时候就是套、嗯、有套路感，对吧？嗯，套路感，而且他很直接，就是为了展示男性身那个模特身体的某些那个，所以他没有什么场景，嗯、不像现在很多你会去呃街上去拍拍一些 city walk、嗯。 类的这种场景，他他没有，他就是酒店的床跟酒店的浴室，嗯嗯,嗯嗯嗯嗯，他就是这、嗯、就是基本上就像是一个这个爱情动作片的花絮或者封面之类的，对吧？基本上都没有太生活化的场景啊、嗯，还是一个比较比较那那个 moment，对吧？<laughs> 非常的赤裸，就是你有时候看的就想说你们、嗯、你就是你知道现在看的东西多了，就会想说你们没有一点。 因为他目的性很强嘛，他这个就是让你那个那个对吧？就是对释放自己的时候的一个一个电子榨菜，现在叫电子榨菜，以前就是色情杂志嘛，对吧？就是为了让你来一发的用，所以他必须要直击你那个点，他没有那么多那个。现在我也觉得私人摄影。 它不可避免的一定是受这些传统的这种，呃，色情杂志的影响的，不管是男性、女性，不管是符合什么样的癖好，真的，我觉得一定是受传统摄影杂志影响的。但另外一方面，没有,没有太大的进步。其实讲真的，就是对对对。 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呃，更加的呃私人化了。对大家，因为现在去找一个，哎，我想找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把我的这个青春记录下来，那是一种很私人化的记录，对吧？我自己看看就好了，我也不想发朋友圈，呃，我也不一定要所有人都能看到，我觉得也挺好的，嗯。 现在选择多了，以前当年没有这么多选择。你看到一个局面的摄影师在台北的街头，恨不得就是立刻扑上去，就是拍,拍我。<laughs> 对对对对对，我当时非常想，我,<要> <laughs> 我非常想要他们拍我，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我就是一个猴子，<Okay. S 1> 然后就然后我<吧>我男朋友拍完以后，我非常的卑微，我跟那个摄影师说，我说好吧，说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出现在这个杂志上面吗？就是后面是确实是有出现了，但是他怎么回答你的？ 他说：“嗯，你现在这个样子可能还不是太行哦。”就是 <laughs> 他对，他是中文跟我讲的，因为那个摄影师是一个马来西亚人，他他的老 <Okay. S 1> 他的老公在德国，他他帮那拍杂志拍很久了，嗯、然后他中文很好，然后呢，嗯、那个摄影师他就直接跟我他说：“嗯，希望明年再见到我的时候可以比较怎样怎样。”他就那样讲。然后第二年跟我前男友分手了，就就也没有再见到他去、嗯、真正去。 去，但但是你当时也就是一个故事啦，就是他对于身材比较。嗯 就是像猴子的，我是完全没有任何兴趣的。虽然说我表达出了我很大的诚意，而且我还帮他他们那么多忙，去在现场做助理啊，嗯、然后、啊、所以你看，啊、大家看啊，这个马骝的悲惨史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laughs> 不是现在才有的。给优熊倒洗澡水，<laughs> 给优雄帮他们各种打灯，<laughs> 然后还要去帮他们拿下午茶，<laughs> 然后还怎样怎样，然后后面哎呀，太惨了，太惨了，嗯、这。 <laughs> <laughs> 都是人的事情、啊，但是就是所以那时候你讲的不好听，就是确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变成杂志里面的这个样子，就是变成所谓的这种获得肯定的感觉，对吧？对。嗯、但是幸好、哦，但是我讲的确实是幸好，就是我确实是喜欢的，我不是因为被迫变的，就是我嗯嗯，你、嗯嗯、后面后面像现在去健身去怎样，就是经过这十年我自己的变化是我自己是高兴的，我不是那种因为我我对象喜欢我要变，我不是那种人。 嗯，我就自己被被他种下了，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而不是为了谁而改变。嗯，是，并不是因为说圈子喜欢我才变的，不就我不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就比较。但是呢，你自己喜欢的正好也是圈子喜欢的，对吧？啊，对对，就运气比较好，就正好碰到了碰到了这个这个状况，而且我对象也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就嗯，一切都很，就感觉好像啊，就是你所谓的这种所谓的自信感，就是是很。 正常的，我觉得就跟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嗯、就是你你得到了认识，嗯、你得到了这种呃肯定，跟别人收获了别人的赞美，尽管肯定会有、嗯、会背后会说一些不好听的东西，因为他们不了解，嗯、但是无所谓。就是你大部分的时候得到的是肯定，那你自然而然就会明白说我走的这个 Always Proud，<白>就是你会刻到墓碑上的这个字。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你的你你当年启蒙你的这个机面，Man、现在已经放到柜子里去了。 嗯，呃、对，但是你已经从柜子里走出来了，嗯<我>，呃、是，确实是这样，嗯、就是所以，嗯、所以就这些杂志都成了我的宝贝，以后就是要我死掉，他跟我一起烧掉的，就是我要带走的东西，对不不不留给儿子是不是 <laughs> 有儿子再说，烧掉，烧掉也太夸张了吧？<laughs> 所以我的到另一个世界还要继续看是吗？<laughs> <laughs> 要普及一下熊缺的文化，阴 <laughs> 间都要普及是吗？阴间都不放过。<laughs> 对对对，好<吧>像这些，像这些，确实已经是，你现在去找已经找不到了。就是你现在就算去，嗯、上次去日本玩，就是我就是很碰巧在一个二手书店还找到了一，嗯、就是已经蛮破旧的，但是很便宜啊，大概可能三百日元，嗯、我就把它买了。就是所以就后面又多了一本，但是在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没有在任何可以可以，我倒是呃没有刻意去收集过、啊、这种啊，因为我一直觉得。 呃，反正日本我也看不懂，对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视觉刺激，但是的确我觉得留念也是有必要。<对>像，呃，<对>我那时候到去去去一、e、三玩，在洛杉矶的那个也是那个碟店，非常大的黑胶唱片，它也卖 DVD。哎，我看到一个 QAF 的有一季，对，那个是 DVD，对我也会买下来，那个纯粹就纪念嘛，对，就是说曾经看过<对>啊，这是我的启蒙的东西，留个纪念。对，包括，呃。 像那个呃，《地之夫》《地之夫》，我也买了一本。嗯、对，那个、嗯、那个漫画很好，那个回头我们也可以单独聊一集。我觉得很意外，对吧？一个专门画重口味漫画的，呃、对一，一个一个龟龟田元五郎，他居然会画一个这么平权、这么温馨的一个故事，而且里面其实我觉得还挺深刻的啊、嗯。而且 NHK 拍了真人版，<像>我也觉得可以单独聊一集。<对>嗯，像像他们那个年代的很多画家，其实现在还是活跃在线上的，就是是的，他们是的，还依然就是。 呃，以前居然是他们。我让你，我让你猜一个，基本上一定登过。嗯、然后，呃，这所有的画家里面，我我就是漫画家里面啊，写故事的漫画，因为儿雷也好像长篇的比较少吧，他基本上就插画封面插画比较多一点，他故事也有，但好像少一点啊。嗯，呃，你猜我喜欢哪一个？我现在也很喜欢的画风，嗯，嗯、呃，肯定猜不到。呃、有名的就这么几个，嗯，田龟，然后儿雷也。 然后还有，嗯、对你翻一翻，这是开卷考，<laughs> 这也这也很难的。<laughs> 我才不到你给我开股吧，是哪哪一位？荣桥正造。哦，荣桥老师是吧？是，因为我觉得他他其实，嗯、呃，我就觉得一个是他其实没有那么强调男性的性特征，他反而是走那种就有点有点,有点胖熊的，就是很肥的那个，他不会那么的 muscle。 对他，他而且他各种类型都画，呃呃，但是他其实人体的比例透视掌握的非常好，很精准，呃，至于他的故事喜欢不喜欢、哦、另当别论了啊。嗯、就是像有名的那期连载《月下月下玉京》，就是荣桥老师的。嗯、对对对，你可以翻到那个，让大家看看什么叫荣桥正造的风格。我现在还很喜欢，他现在也在一直在创作啊、嗯，他应该也蛮。 他对,对他还活跃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的还是有的，对，推特也有，嗯，对 <laughs> 他的画风，对对 <laughs>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这个都已经是他早期的作品，他后面其实越画越圆润，嗯，对，<的>很可爱，嗯，像像以前如果你要就是在如果是生活在日本，想要看到这些就最,最方便的就是还是看 Gman，他一本搜罗国有的各家之长小说的、嗯。 呃，插画的、摄影的，嗯，只要一本在手，你基本上就是根本什么东西都不愁，完全不愁。对对,对，大会萃，你包括线下的交友的也都有了。嗯、对，完全完全是这样，而且整个他的，你看他当年这种瘦弱体育生的这种，他这种这也不瘦弱，就是就是、<laughs> 是瘦弱，就是野狼不不,不胖而已。对对对，不胖而已。野狼，对野狼,野狼对，对对对对,对,对。 现有那也很流行了，嗯，就黑皮体育生啊什么的，嗯，嗯，这黑皮体育生这种，好的，这些都是要在 B 站打码的，嗯，经常会说该话题不适于讨论，嗯，但以前他所以你看到的那个乌托邦的那个世界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就他打开了我一个一个大门，就是让会让你说这一切的这一切的呃发生，它都是有。 有有原因的，它是有迹可循的，<对>是一个你也许以后会有机会能够触碰得到的世界。就过来，就十几年之后，我们现在<对>现在的生活周边遇到的这些这些人，还有这些事，多多少少都有带着这些影子。他只能说是，<对>呃，你说他奠定了基础嘛？我反而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经历的事情比较多，所以他把很多我们以前没有想过的东西告诉我们。以后你会变成这个样子，嗯，只是。 思维比较超前，所尾所,所以作为一档寓教于乐的播客节目啊，我们今天又把这个主题拔的又拔高了啊！我老是在拔高，我老是说我要亲民一点，我要轻松娱乐一点，我不要讲那么多这个高深的啊！但不知不觉又又高深了一下。OK，就是，呃，我我我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问为什么的人啊，就是保持一个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对，所以我觉得说，但凡你现在在。 Instagram 呀、啊，或者说去很多酒吧呀，对吧？为什么就是你会看曼谷也是曼谷刚开了一个很红的熊吧，对吧？为什么就是熊会成为这个呃亚洲男同志文化里面很有很有很重要的一个一个符号啊？包括这些审美啊，它的源头是什么啊？那希望今天这个节目呢，呃，有帮你像当年为牛牛老师打开一扇窗一样，也为你打开一扇窗。虽然这个源头可能不太好找了，对，这个杂志已经消失了啊，但是你可以知道这个。 万恶之源，这个原点啊，这可能就是来自于日本的这个呃亚文化啊，<laughs> 最早是这种杂志，确,确实是好、啊，嗯，那今天非常谢谢牛牛老师，呃，然后希望。 后面有更多的机会和你做节目，尤其是你评测了这么多飞机杯 <laughs> 情趣用品啊，<laughs> 回头我觉得可以专门做一期，就是你做了这么多产品评测以后，你的心得是什么？啊、呃，有没有一些采购指南啊、tips 啊，对吧？怎么去判断一个东西好和不好啊？等等，啊、呃，我反而觉得你很有意思啊。我,嗯、我反而觉得最关键的事情是不是告诉大家怎么去选这些东西，而是、嗯、而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如果他成为你。 工作当中的一部分以后，你的人生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哦，个有趣的事情。可是，在我经历过之后，在我看来，它可能就不单纯只是为了、嗯、而简单。对，这个基本上就像很多人可能很羡慕什么 GV 男优啊、<laughs> AV 男优，对吧？但是对他们来说，那是工作。 呃，<对>我现在发我我我因为我最近有朋友在翻译很长的这种，呃，美国最红的一些这个 G V 男优的访谈，长篇的访谈，他讲我小时候怎么认识自己的性取向的、啊，然后怎么踏入这一行啊，对吧？然后拍了 G V 以后怎么怎么样，<对>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就他就觉得那就是个工作啊，跟我的生活是截然没有关系的。对,对,对，这个我觉得真的可以做一期，因为。 我现在发现很多人啊，包括在交友软件或者约炮软件里，大家会把很多 G V 里的那些东西，那些幻想的东西当成现实，对对，对<入>去追求一些不现实的，呃，性的体验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对，好了，这么深刻的话题，<laughs> <laughs> 我们留到下一期。对，也希望 <laughs> 也希望大家如果想听的话呢，记得订阅啊，记得来多多的。 转发，呃，点赞，一键三连，支持我们的节目啊、嗯！好，那今天就这样吧，谢谢牛牛老师，拜拜，拜拜。